家好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拍美食 vlog 的，最少需要哪些设备。用 iPhone 11和专业的摄影机索尼 A7S3 拍摄的效果有哪些不一样，现在就开始吧。 There comes a time through your head.